公子，您是良宵难得，公子可愿与奴家共饮几杯？这不太合适吧？姑娘，屋里还有别人呢。八公，八公，叫他看着也无妨。四处没有侯玉公的痕迹，难道藏在床上？姑娘，如此心急。风雨夜归人，相逢便是缘。奴家敬公子一杯。好酒，不知姑娘可否轻舞一曲助兴？那奴家就献丑了。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，妙哉妙哉。姑娘好舞姿啊。如此良辰美景，你我共舞，岂不更妙？公子既有雅兴，奴家自是愿意。好浓的桂花香，手都被你抓痛了，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。伤着你，让我瞧瞧。你得自罚三杯。酒不醉人人自醉，夜色已深，正是要。哎呦，浪费了姑娘的好酒。这次你可得乖乖领罚。公子稍后，奴家再去取一壶回来。一定认罚。既然明着打不过，那我就……哎呦，美娘，你怎么下来了？你也有搞不定的人。没事儿，不行就算，坏在兄弟们上啊！闭嘴，他是我的。哎，你确定不用帮忙啊？哎，还不理人呢，你看。姑娘迟迟不归，让我等得很是心焦啊。不是桂花香。你没去取毒酒，而是去熏了熏香。我死！王姐，站过去，把眼睛闭上，不许偷看。哼，我堂堂正人君子，怎么可能偷看女人换衣服？我。你打我干什么？我没回头。刚刚，陈南，你竟敢冒犯我黄姐！我以为他是刚刚那个舞姬。喂，我费心和那舞姬作戏，还不是为了控制住他给你吸内力啊？这烈火仙莲的效用过于强劲，不能再耽搁，用化天容地吧。我现在内力不够。正好大公主在这儿，你吸她的内力。不行。你怎么这么抠啊？她可是你亲妹妹。我是修道者，修炼的是真气，不能和她的武者内力相容。这里你最合适。非要吸我的吗？要不我想办法抓一个武者上来。万一惊动他们，势必开战，这时间玉儿耗不起。可是，好吧，毕竟是你吃的烈火仙莲，要吸我的内力就吸我的吧。不过我们可事先说好啊，你最多只能吸我一成的内力，不，一成太多，最多吸半成。放心吧，多了我也不需要。施展化天容地不能被人干扰，我给你们护法，开始吧。
够你就赶紧停手。知道了，这路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内力，楚玉，快停下！我停不下来。好大的动静！看来媚娘是得手了。大人，大人，不好了，媚娘在山峰被人打晕了。啊，那刚刚上去的是？不好。快停手！我的内力要被吸光了。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小女八姑，小乖乖，八姑，小畜生，把后羿弓拿来！找死！八姑，小畜生，你别跑！八姑，八姑，废了，我就废上了。怎么还是分不开？还没有结束。不是我的内力，是真气。陈南，你的青龙手呢？怎么使不出来了？真是风水轮流转，昔日人人称颂的修炼奇才，如今变成了一个废物。你说谁是废物？怎么还认不清现实啊？你最后的辉煌便是和谭台玄比试一场，不过他要是看到你现在这副样子，一定后悔当初自降身价的找你挑战。谭台姑娘向来神秘，没想到今日竟有幸得见。据说她是年轻一代最强的修道者。哎，你说她和陈南谁能赢啊？这还用问？陈南从无败绩。谭台姑娘，为何扔剑？今日既要分个高低，自然要公平些。你不用兵器，我便也不用。痛快！那我就冒昧领教谭台姑娘的道家仙功了。以缠斗许久，今难分胜负，不如今日便以平局定论。谭台姑娘，这么久以来，你是唯一一个与我战成平手的青年修炼者，得此对手，实属我陈南之幸。陈公子过奖。此番回去，在下自会更加勤于修炼。不知此后是否还有机会，能与谭台姑娘再战？机长相约，他日自会重逢。真没出息，不过就是碰了一下人家，怎么手就麻了？陈公子，告辞。听说那次比试之后，你为了再战谭台玄，日夜苦练，却收了个走火入魔、功力大退的下场。内力在消退，
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难道是那个时候？机长相约，他日自会重逢。